裂，陈子豪，一级炸裂，陈子豪。大家好，我是 Lucy。 嗨，我今天看这个装扮就知道要干嘛了吧？好啦啦队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期待超久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有那个当啦啦队的那个梦想，而且我还会叫我表姐跟我姐这样跪在地上给我爬上去，但长大之后就不行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超级期待有人跪在地上给我踩，而且我还要准备那个应援物。三、二、一，噔噔噔噔噔。噔噔，炸裂！陈子豪，一级炸裂！陈子豪，什么？这很有名。那个灵魂的胸脯。有啊，我有准备那两粒。两个灵魂的胸脯在这里。炸裂！陈子豪。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真假？人的部分。那我还可以做什么？你等一下上去看，我帮你预约了一个老师，一个教练。可以圆梦了，我会带一整套完整的啦啦队给大家。你可以炸裂这样，你知道这样跑一圈吗？不要喊出来啊！他还没回头看到我们。那个他们就是叠叠乐部分就好了，这样。我会叠到这上面吗？因为它有三层啊，你就可以乘第四。不行不行，我会死掉。好啦，你一定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他是四楼上楼梯的啦啦学长，你好。你好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台女露西。你好，今天再请你照顾我。怎么看起来那么尴尬？我很紧张，人很多，又是男生，你是我有一点。那我们先从拉筋暖身开始。我可以先偷偷知道有哪些项目。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一些基本，像是预备姿，然后我们会做电梯，就是比较基本的。然后对，电梯就是我们上到二层这边，就大概是在我胸口前面的位置这样子。那有其他人的胸口这里？我们会做一个稍微进阶的，就是180上电梯，就是180度。你知道刚刚那个转圈那个？哦，那个是360，没那么弄。我等一下要挑战360度，就是先从这些开始，然后如果再进阶的话，可以让你到原身，就是我手举直的这个高度。但是我觉得很平衡。对，就是不能动。是靠自己的平衡。对对对。不然别人想靠我。我以为别人会帮我这样 hold 着，就是我不管移到哪里，他们都会这样。我们要开始拉筋了，但我以前的柔软度超级烂，是那种不到10的那种。那等一下就是换一下，就是我先帮你先。你要怎么帮我？就是我会压你的背。3、2、1，可以吗？要深呼吸，再一点点。换人。就是你继续啊。换人了是吧？我要压哪里啊？这里。我是不是根本不用出力啊？按摩肩颈。真的。这边哪里有需要加强吗？这好猛哦！这样你会痛吗？不会痛。我有感觉。难怪会有男生心情好烂，你去压那个。可以吗？手放我当脚尖吗？两只手。
我现在要怎么起来？很舒服哎、欸，我找到一个最开心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刚暖身完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我们一般的基础技巧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会先示范一次给你看。我们第一个动作叫预备姿。这是预备，等一下，预备姿。这是这样，哼，我预备好了，这样。这是预备姿哦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做第二个姿势，是电梯。哦，好，好。电梯走 ，ready one， 2 down， up。Cradle 走 ，ready one， 2 down， up。在地板上做的话，就是我们会是讲双脚与肩同宽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预备姿势走 ，Ready one two three up！ 身体不能完全。再一次，好可怕 ！One two three up！ One two three， 站直。不行不行 ！After 的时候你就要马上站直。可以先半蹲吗？等一下，好高，我不行，好高，好高，还没到哎，还没到，不行，电梯还没到，还在二，等一下，好高，等一下，你他妈走在做什么叫啊？那我后退，屁股打屁股，不行，求你不要，我可以把手放在你手不要放掉。那你放就好，那我放就好，那你可以抓紧一点吗？不要，没有人做事。左岸的 pose， 还行，这么高，等一下，先预备姿，好，预备姿走 ，ready one two down two down up， 哇，好厉害啊！可以。谢大家，我还有办法继续吗？有简单一点的吗？180，这是最简单的。那你们原本要教我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转180度，就变这样，然后它会转180度。就这样 ，Ready， one two down up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上去的时候是可以这样摸摸摸摸上，可以。让我们慢一点哦。好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天上飞。我在天上飞。上面空气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喜欢下面的。抱歉。走 ，Ready one two down。我们等一下会从电梯做这个动作，这叫 dead man， 就是一个死人的动作。那你就是站在电梯的时候，然后直接往后倒，我就直接这样，然后后面会把你接住。Ready one two down up down up， 对，你是手不巧，你在找手在哪里？我找不到手在哪里，我会死掉。不会了，接下去再让我做一次心理建设。预备姿走 ，Ready one two down up， 来手抱胸。好，我爱我爸妈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不错。很大，是不是？旁边人都好看。
金字塔，可以吗？好。我们都是愿望达成嘞，能够金字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在这里啦？